会来代言我们日本的物产展哦。相信待会在 RIB 的脚步之下，大家都可以玩得非常尽兴，非常开心。那在活动开始前，先让他们稍作准备一下，我们待会将正式出场。谢谢。那这次呢，我们在下午5:30的时候会办我们的星级美食抽奖，那是在1月29号到2月6号期间，在我们的日本屋台展还有我们的日本物产展1楼跟8楼这边消费满1000元就有9位的幸运得主，那可以获得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NAB48 的周边商品，大家想要吗？想要的举手。请哦，那也相信待会 NAB48 出场的时候，你们的尖叫声绝对要比现在还要大声，好吗？好，好，那在活动开始前呢，也跟大家练习一下哦。那用 NAB 的 48 的招牌手势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W， 没错。待会我们拍照的时候，主持人会 cue 你们，那请你们也跟着一起做出 W 的手势，好吗？那这是待会拍照的一个规定哦，好吗？好。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的郑重邀请我们的日本超人气女子偶像团体 NMB48 的3个成员到我们的现场。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石冢助理，尖叫声。古川爱梨，掌声在哪边？欢迎你，欢迎你来到台湾。好，大家也千万要拿起你的手机跟相机，捕捉难得的画面哦。接下来介绍的是蒲石英。现场朋友打声招呼好吗？大家好，我是安祖，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爱的谭尼格拉，我爱你。我们的来进行我们的 Q&A 的时间。好，那这边我们要先问古川爱梨，他这次来到高雄，对高雄有什么样的印象呢？谷川さん、高雄の印象はどうでしょうか？そうですね。高雄の皆さんは目が合うといつもなんかニコニコって笑ってくださって、すごく優しい方々だなって思いますし、ご飯も美味しいし、お人もね素敵なので本当に最高の場所だなって思います。大家说，大家都是微笑的对待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觉得来到这边非常的开心。我们也非常开心。谢谢。那这边我们接下来要问傅世英，那他昨天除了来到我们八楼日本展，尝试了我们很多八楼日本物产展的东西之外，还吃了什么东西呢？堀さん、昨日は台湾のローカルのものも食べられたそうですが、どんなものが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か？ドラゴンアイスを食べました。鼻から白い息がプーって出ました。那昨天吃了火龙果的冰淇淋，然后也喝了珍珠奶茶。这边的话，我们还要再问石冢朱莉，那她今年有什么样的目标，或是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静香さん、今日が高尾でお正月の2日目なんですが、2019年の目標は何でしょうか？はい、そうですね。せっかくね、台湾にも NMB のファンの方がたくさんいるって思って、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ので、ぜひ。2019年は台湾でライブを、しかも高雄でライブを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ので、皆さんそしたら
ください。那他是说，因为当然没有想到台湾的粉丝也这么多，今年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台湾或者高雄办演唱会，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一起来，欢迎你们来，欢迎。我们就是请他，因为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始跳舞了，最后我们就请他学一句我们准备开始的日文吧。これからパレード始まりますので、高尾の皆さんに一つ掛け声をお願いします。準備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 Are you ready？我们邀请到我们汉神百货的员工也一起来参加，还有自主报名的员工。那么，是不是请我们的员工一起先上台，来跟我们三位粉丝三位女星来一起共舞？是的，那待会要表演的曲目呢是《Walota People》，也希望会跳的大家一起参与，好吗？好。请面向观众哦，给一个最热情的笑容。Are you ready?
台下休息。那现在呢，我们要进行全馆大游行喽。那也请大家稍微的让一个通道，让他们可以下去好吗？那待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脚步哦，千万不要推挤，因为这样非常的危险哦，好吗？那也请大家先稍微的让出一个路。那我们待会呢，将在八点举办的是我们的一日店长哦，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到我们的八楼选购我们 IB48 的周边产品。